我是那种很封闭的女人，所以姚红这个名字你一定没有听说过，或者你会假装没有听说过。怎么又是你？你喝了，我也是好饿呀。你想要什么？不知道。 我就觉得很刺激，陈佳颖是共产党，王大鼎也是，而我跟他们走得最近。你一定没有想到，我就是共产党。你以为我是怨毒那个被你强奸、歇斯底里、一心想报复的人？ 有一半倒在酒里头，用大火烧开了，用蒸汽呢蒸到十五分钟就好了。明白了。兄弟，大当家的呢？传信的说，胸间兜的鸦片烟还没焚烧，就躺在小营的仓库里头。他说去看看。坏了！哎，你干啥去？ 嗯。
你好，我是陈佳颖，请帮我搜集一下这个月《经济时报》所有的金融版面。好，我现在下来拿。佳颖，休息的还好吗？大家都在等我吧。是的。你们一定是接到关东局的电话了，而且带有指令性质。不用解释窦警长为什么还在这里，肃正任务结束，尘归尘，土归土。饭店其他的事务交由南铁机构适当处理。不用看野间科长，他什么都没跟我说。美利坚等多国外交人士相约本月27号，也就是2天后，一起体验满洲制造全球最先进的超特级压下号列车，其中包括瑞恩基克斯和乔治白。这是一次友好的活动，所以关东局非常为难。施压的不止美国一家吧？可监听到的对外电话只有307房间。您看到我房间的那台收音机了吗？经过了改造，可以接收到外面的通讯。苏联人房间的那一台也有相同的功能，而且他们还有一台收发报机，可以秘密地对外联络。陈氏兄弟在312房间还私设了外线电话。什么？确实，312是陈氏兄弟的。这两个人一共租了3个房间，为此我跟世元也都感到非常的疑惑。但当时在搜查的时候，只搜查了人，并没有往那儿去想。好了，这个以后你们再聊吧。我想说的是，瑞恩、乔治白，苏联人，还有陈氏兄弟，他们现在的心态，他们现在很彷徨，烂招用尽，全演砸了，却阴差阳错地帮助了县警方完成了剿匪共党的出演。该喜，该忧。我们会穷追猛打，还是会以我们的外交意愿为重，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实上，连我们自己都拿不定主意，所以他们度过了一个焦虑的夜晚，内心充满疑虑。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也都没闲着，各诉各苦，各找各骂，心中满满的都是对自由的渴望。对不起。必须要在1天内解决。如果继续保持封锁状态，我要看一看野间科长愿不愿意带您玩啊。从局面上讲，饭店解除封锁是必须的。但日下大佐，好的，我知道的。既然政治现金的事件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那就请大家配合我吧。我们时间不多，但正因为如此，我才要让那些家伙们在希望和绝望当中跌宕起伏，从焦虑到错乱。然后呢？然后，请窦警长给我找个房间，泡缸热水，水温42度，必须42度。我会用温度计好好测量的。首先，我要县警方通知王大鼎和刘金花之外的所有住客，下到西餐厅聚集。理由是，日下大佐对饭店有新的安排传达。具体是什么，用不着编排，
反正也不会传的，因为日下大佐还没来得及展示威严，就会遭到貌似刚从外面回来的野间客长无比恼火的阻拦。日下大佐，你这是干什么？擅作主张吗？野间客长，不是说好了吗？你却要等我来了之后再做决定。这搞什么名堂？仍旧是这个策略，一半是绝望，一半是希望。要让那些家伙感觉我们有发现，但没发现全部，所以端掉苏联人的收发报机，但312房间私设的外线暂时保留。其实我也需要他们有个对外联络的出口，有个艰难的沟通过程之后，就可以告诉那些家伙们聚集撤销了。这几十分钟的时间足够他们自己衍生出一万种妄念，所以当日下大佐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之后，我保证这一天他们的心跳都会持续在120以上。大家请安静。出于外交方面的考量，我方正在寻求积极的沟通，诸多事务都在交接当中，恳请大家谅解。怎么回事？你干什么？这都什么时候了？你站在前线了。至此，铺垫段落全部结束，大家稍安勿躁，静等，好戏开场吧。怎么样？乔治白这块表确实是劳力士，真货呀。我不是请你来鉴宝的。您别着急，这块劳力士表真正的稀罕之处在于出厂后进行过二次改装，其表盘中隐藏有一个微型镜头，所以它有照相功能。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在其齿轮组上方的狭小空间里有特制龛笼放置微型胶卷，可惜我不敢打开它，因为二次改装后表的结构会更加精密，若不得其法恐有损伤，万一伤到的是微型胶卷呢？求助情报部门，更会让他们觉得我处理不了射谍事务。但我方技术人员工作繁重，若要求助他们，恐怕你会等上很多天的。对了，我想起一个人来，窦世霄手下有个叫裴秋成的警察，此人痴迷各种精密器材，关键这手也跟得上。怎么弄这块表，我估计他能有办法。马上让他过来，我可不想什么都靠着陈家颖，他神神秘秘的，搞得我也很忐忑。恐怕你得适应他这种风格。野间科长，你很清楚，我时间不多了，但要离开我们宪警队的强制措施，你们独立调查也很吃力吧？政治现金一事还没有足够分量的收获，让你扯掉那些家伙的保护伞，采取限制性的调查吧。真没搞懂，王大鼎明明是冲着我来的，怎么就鼓捣进了和平饭店？哼，我就不信在这儿没他的同伙。风已经放出去了，等引来了人，别废话，黑瞎子岭的王八蛋，杀一个算一个，解恨。明白，兄爷。人都安排好了吗？输液以后散着来，绝对不会发现有埋伏。
走。一圈套路，哪有瞪眼？我都观察很久了，进出就选定我们一票人。来，你干啥？把枪给我。你干啥玩意儿啊？给我。谁？你咋知道是圈套啊？这就是王大鼎让你替我耗人的原因。陈女士，一切都按你说的铺垫下去了。我想现在你该拿出一些实质性的措施了。佳颖，你既然已经能肯定政治现金处于一个关键阶段，想必你已经有了独到的收获，不要卖关子了，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需要所有人意识到我的无上权威。你说什么？从现在开始，大总，您需要适应我的风格，这是你们所有人欠我。忙的这玩意儿干啥呀？闲的吧？洗衣筐也没有家样的换洗衣裳，说明他牙没刷，脸没洗，就被野间或者家给叫了。然后你就给伺候着。昨晚上咱俩衣服都没换就睡了，得劲儿吗？不得劲儿啊。那么身心俱疲的他，不就更不得劲儿了吗？我提供一点服务，怎么了？我说你对我咋没这么见过呢？你能善良一点吗？啊，姚红死了，他很伤心很难过，你没看他昨天晚上啥样了吗？啊，吐的腰都直冰了，你忍心吗你？瞎给我整的还接不上了。接不上就别接。那你也不能拿这事儿压我一辈子呀。那我能让他伤心痛苦一辈子吗？怎么的？你打算照顾他一辈子呀？他有男人，你是我男人。不是，我说你这个娘们儿，你思维正不正常？我咋不正常？打二位吃早餐了吗？你看，人家还不惜的整个变个人，你可长点心眼儿吧。去。大总，您要我？你能接到任务，应该感恩。窦警长，石原队长恳请我将你留下来，是体恤到你需要完成一个大案之后，得到奖金去还债。可对于我来说，你可有可无，别辜负了他。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我们的收发包机被禁除了，日本人甚至连搜查现场都懒得整理。312的外线还没有被发现，这还算好了，说明日本人只是通过技术手段发现的设备。这是在设备我们吗？在我们的外事单位发出严厉声音之后，巴布洛夫，请保持住一个德国公派人员应有的一态。你永远做不到跟我保持一致吗？跟你一致就一样的混乱。现在需要研究最坏局面一旦出现，应对措施是什么？日本人清除了设备，却没有向我们发难。或许这证明他们也在那边左右为难。毕竟苏联他的声音是有分量的啊。哼，我向蔡副是被吓到了。是啊，他早早的来到饭店就想观察你我是否有问题，后来饭店麻烦不断，他只能藏了起来。直到王大鼎和陈佳颖事发，他和我们一样认为这件事情快了结了，刚想现身，谁知道局势逆转，就只能又藏了起来。那么他到底是谁？事情越来越紧，我们甚至还不知道他是男是女，什么肤色。我们现在必须让他知道，混在体验牙下好的外交人士当中是最安全的出走途径，这是唯一的机会。欢迎光临。二位，水，您呢？谢谢，请慢用。王先生，怎么唠唠啊？既然心知肚明，我就开门见山了。我来呢，是想让全餐厅的人看到你的威风。别一脸严肃嘛。我只不过是在给陈女士树立权威而已，虽然我从来没信任过他。啊，准备好了吗？开始吧。哎，怎么回事？差点上钩啊！窦日江，我告诉你啊，睁开你狗眼，给我看清楚了。什么是苏正纲要邓不香第二条所述之污点人士？就是啊，犯了法不用追究，想打谁打谁啊！坏我老了，满洲好狗，佩服。走，把你叫为日下部，我就回去。这鬼地方，多一分钟我都不想待。没事吧？哎，滚开！没事，你看，瞅啥？没看过老爷们干仗啊？夫人，先生，这什么早餐啊？鸡蛋像橡胶一样硬，培根比树根还难吃。你们现在就这样糊弄我们吗？对不起，我不要听你解释。认识这个吗？啊，你认识他吗？美元，美国的货币，当今世上使用了最大的国际货币，它代表着美国的繁荣
何强大。拿去给你们的厨师，让他认认真真的重新再给我们做一份早餐，不要糊弄我们，可以吗？不要以为我们是任人摆布的可怜虫。不，恰恰相反，本月27号，所有像我们一样拥有外交特权的人将会乘坐亚细亚号豪华列车离开这儿，谁也别想阻拦我们，谁也阻拦不了我们，让我们离开。带着对满洲的嘲讽和鄙视，哎，知道他干啥的吗？选你呀。哎呦，我就敢对服务员下手，皮毛。失策！哎，我应该克制我的习惯，知道吗？不用右边腿，用左腿了，把伤口撑开了。你说光剩下用嘴骂了，寺里那人我都觉得丢人。没事没事，别逗了，我觉得你老威武了。那家伙给他摔的，哎妈，半天爬不起来。哎呀，你不知道我心里的感受啊，一点赢的感觉都没有。听起来二位是出气了，那从现在开始就请踏踏实实的待着，一切听我安排。很明显你翻身了，但是翻身还不够，你想反击对吧？我要尽快结束这里，然后大家一起脱身。查到政治现金的来源，结束这儿。你不是为你的个人，你是为你的党。杨红呢，也不能白白牺牲，所以于公于私你都得这么做，要不然太吃亏了。你既然这么做，很显然我可以帮你。帮啥呀？你疯了？不往外撤还往里扎？头发长见识短啊，人家有抢钱的心，你就跑路的道，怕什么呀？撤撤，说撤就撤，往哪儿撤？这得需要条件。我还是想黏着他。怎么样，我帮你，事成之后分我一成。什么？经历了这么多，我要把黑瞎子领上抗日武装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既然历史选择了我，那我更应该在这条路上义无反顾。但是需要钱。人为财死，这才是爷们儿啊。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吧，这事儿真得现在说。你认为他可以帮得了我吗？帮不了啊。但是你不答应他，他能回你。我现在要去开会，不陪你了。慢慢品他。哎，姐也不说话了。你不会真以为我贪财吧？我那是做给刘金花看的，我要不表现出来为了钱帮你，他肯定不乐意。他要不乐意，他就闹妖，知道吧？谢谢你啊，我发现你表演贪婪还是挺像的。不过我请你帮忙了吗？拜托大姐，全都是敌人，你至少你出事的时候得有人提醒吧，对不对？不要因为芥蒂刘金花拉远了我们的距离，你需要吗？每次你一有主意，后面就跟着一大堆麻烦。但是过程下来，我们不是很默契的吗？给我一个帮你的机会，要不然我会很自卑的。至少，日下部和野间他们得同意，起码不能坚决反对。所以，我要把贪婪演得很到位。为什么要带他来呢？王大鼎，
向日下大佐表示感谢。为了塑造我的权，如果我告诉你，其实没这个必要呢。当所有的陷害都被我们推翻的时候，那些人，谁不清楚于情于理，我已经是故事发展的主导了。所以折腾你，就是为了报复。陈佳莹，你太过分了，你应该考虑到……应该考虑到时间已经不多了，是吗？谁闹的？我追案子，你们追打我，现在回过味儿了，发现眼皮子底下那块肥肉马上就要不见了，所以着急了，对吗？让我出口气怎么了？不然现在你怎么体现价值？你让他把气出了，比什么都重要。佳莹，该铺垫的也铺垫了，任性咱们也任性过了，是不是该把你的收获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政治现金这件事情，我们需要真实的、有证据性的材料，决定下一步的工作。如果我告诉你，之前我全部都在指望姚红的口供呢？什么意思？我一次次的被错过机会，除了推测，我哪儿还会有什么独到的收获？喂，之后怎么办？今晚给你定案，确定性的方案。政治现金的交易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也就是说该见到真金白银了。可交易代表们还困在这儿呢，他们一样时间不多。这就是为什么几国的外事机构不惜蛮横一再施压的动机，也是我做足铺垫，必须让他们在希望和绝望中不堪辗转的原因。只要他们到了必须控制心情的地步，他们控制的心情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我答案。以我们的条件，除了心理战，我们无路可走。所以，我必须是故事发展的主导。所以，我把王大鼎也带进来了，因为我们一样被迫害，一样都有满满的报复心，而他的报复心非常有行动力。事成之后呢，我要分一杯羹。什么？所以刚才我，所以刚才他把我嘴唇都咬了。我帮你们抢钱，然后分一杯羹，这天经地义吧？不胜算呐。我的特长恰恰是我能让人分分钟从错乱到崩溃。你非要他配合吗？如果我的大脑恢复如初，当然不必要。可是现在。自己选的男人，自己接着吧。你在餐厅的举动太惹厌了，教职。我一直以为你的心态比我好。窦世潇的内幕纯粹就是为了报复，是王大鼎的报复，更是陈佳颖的。这个女的疯了。他的报复心会贯彻之后他所做的一切，或许这也意味着日本人真的觉得他们时间紧迫了，但这会让他更加的穷凶极恶。袁，所以我们现在得尽快确定财富是谁，尽可能的保护他，不让他受到伤害。关键是指令上说他可是一个对美国有非凡意义的人。拿你试过他们，我心里就有数了。哎呀，他们说商量多半就是没有问题，他烂的王大鼎就是最没有危险的王大鼎。姚红对于他们来说才是最大的惊悚。现在他们非常无措，但这个时间会非常短，我们要抓紧时间利用。我必须要搞清楚政治现金的来源是什么，我必须给接手的同志最清晰的答案，这样也有利于我找到和他们周旋的方式，为我们的安全撤离创造途径。我们还是要认真地查下去，好吧？
难道没看出来吗？陈佳颖这是在向我挑衅，她扯上王大鼎就是为了来羞辱我。大佐，你必须得收起你这种情绪。我们冷静地想想，在政治现金这件事情上我们做什么了。在停滞，在你无措的时候纵容一下有能力的人，这又何妨呢？政治现金不是一个小数，如果用到反日营地，性质极其恶劣；但如若反之呢？那是你我对大日本帝国的功勋，不是吗？很多情况我已经熟悉，我发现这里确实是不一样的战场。我是有很多不懂，但我绝不允许别人当着我的面来戏弄我。人的脾气算不了什么，如果咱们真的输了，那才叫被别人戏弄。你不会告诉我，今天之后咱就此打住了吧？我和我的组织都无意抢那笔钱，我们只需要确认它的来源、用途是正当和积极的。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无所谓，帮你，我欠你的。不过现在我不能预估，创造我们安全脱离的条件还要多久，所以请刘金花耐心等待吧。刘金花现在可能赶都赶不走了。翻译一倍。